这是长沙写给全球华人的新年家书，它不是海市蜃楼，是七彩祥云，是来自我们湖南浏阳花火剧团和黄城导演团队倾力打造，送给全球华人的新春祝福，以七彩之光映照星城长沙的夜色，寓意吉祥太平，好运降临，写尽了中国式浪漫。这是芙蓉花开，在母亲河湘江的江面上，用烟花打造出一朵欣欣向荣的芙蓉花，愿所有同胞繁荣富强，生命之树，祝愿所有人新年蓬勃向上，朝气满满。流金瀑布，金色烟花瀑布如星河倾泻而下，展现诗意中国流金之梦的文化艺术。还有无人机比心、彩虹焰火桥，表达连接两岸、连接海内外的中国心，独具国风美感，祈愿多远都要在一起的团圆爱意。浏阳烟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传递人间烟火的浪漫。这场科技与艺术交融的焰火盛宴，在长沙这座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的夜空里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暖与希望。致敬春晚长沙分会场日益排练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，我吹过你们吹过的冷风，知道湘江的寒冬有多么寒冷刺骨，知道每一个烟花绽放的来之不易。你们的大爱点亮了这座灵气闪耀的长沙，欢迎大家来到长沙，来浏阳看不一样的璀璨花火。